刚才在哪儿下来的，你就在哪儿上去了，听到没有？啊，我们在车子附近集合，不用上车子，听到没有？如果你回去早的话，你到车上坐着。然后一会儿呢，我们还要去旁边的那个满族博物馆。是啊。逛路跟你拍摄一下那个。你都好。我瞧我不老，乖我变乖。啊，这有吗？随便抽，一回抽一个，一二三四五，抽出来别搞串了。五只啊？哎，别搞串了，一回抽一个。左分，左手一只搞抽。啊，右手。右手。你一直搞右手抽，男的搞左手，女的搞右手。男左女右。对。哎，一二三四五，别搞串了。五只。第一个写的啥？你给我看一下。哦，等下我带你去。第一个写的啥？传得顺风。哎呀，这天不错，你多大岁数？啊，这个。一会儿再看那个，你多大岁数？我属老鼠的，今年59啊，49年次的啊，是那明年60岁了啊，明年60了，那不59吗？对，哎，属白色的鼠啊，命是土命，是个影帝土命，说土命人呢比较心直性子，这个人实在直爽啊，这个签倒挺好。说缠得顺风啊，办啥事你倒有贵人帮忙，你人缘不错。就是说呀，你命中来看呢，就说呢，你就跟啥样的办啥事注点意呢？跟属马的、属羊的，不管是出家在外还是在家，跟这样的吧注点意，怕判这样的小人，就是马羊啊，属马属羊的，别的属性没事儿。所以说你财命上来看呢，你倒有财，说你要求点财务的干点啥务的，你财命还是不错。
你看那个啥，什么就是啊？第二个啥？高山点烛，高山点灯。你们这下行，说高山点灯明又亮，大海栽花有根痕。你要有点危难事，四面八方有兵屯。就说你爷，证明你爷缘好。你有啥事吧，都能有贵人维护，有贵人帮忙。贵人多，小人少；帮忙的多，拆台的少。你这人挺好，比较性格直爽。你看那个呢？推车上山就是累点。累点哈。推车上山呢，就说你呀，有点笨笨拨拨、忙忙碌碌的啊，就是拆来拆去，有点过路财神。就是没钱当着有钱黄，没钱挂着有钱名啊。你要说没有钱，人家都说你苦穷啊。你就当个好名声啊，你就是有点过路财神，笨笨拨拨、忙忙碌碌的，为谁有点费力不讨好，操心不显功劳。就是说你为谁呀，操多大心，费多大力，到时候人家不领情不领，谢不到劳而无功的啊，你就是有点奔波劳累。你看那个呢，这个打秋千呢，这个钱啊就帮冬底呀、年前之前就十冬腊月要干啥吧，就是二心不定，犹豫不决，干啥事吧要慎重。慎重点，就是说呢，你冬那前财运上不算太旺，就说有买卖做的，有班上，就是别胡折腾就行啊。冬腊月呀、财不算太旺，那有大财啊。那个呢，这个叫种地得心。这个好，来年春天你也不错，来年夏天也行。产地产出一顶金，求财办事也随心，有财有喜到家门。说你来年呢，怎好也好，还能有点好事呢，有点意外的好事啊。大喜添人口，小喜进财，你来年能有点喜事。来年你来年运气能不错啊。这样子啊，要单说啥事就摇一卦，摇卦单转事儿。要看第八字算命就是看一生。哎呦，哈哈哈哈哈！别端肩膀，肩膀上回来。嘴好好说嘴，好了。我们的手相。不急，中气也可惜。高了点。十块。算卦讲一生，摇卦单端事，批八字命手相，算喜算财，婚姻未来算命摇卦。好，行行，那个时间你给我行，等会儿。